灭蚊灯对猫有害吗？灭蚊灯对猫是有害的，因为市面上的大部分灭蚊灯都是利用紫外线杀灭蚊子，虽然在短时间内并不会使猫咪受到伤害，但长期照射紫外线会导致猫咪的皮肤出现损伤，严重时会导致毛囊坏死、角质皮脱落、脱毛，从而诱发皮肤病。因此主人最好将灭蚊灯离猫咪远一些，一般来说一个12瓦的电子灭蚊灯能够有效照射到12个平方米的范围。